两年，我赶紧撤吧。上着我很难受，我在哪儿？Hello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谦哥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搞事情，搞大事情。最近我在微博上刷到一个热搜，是水里面憋气30秒定妆大法，然后上面就有人艾特我，哦，我在热搜评论上面拥有了姓名，艾特谦哥是川西人，艾特阿南爱吃肉呀，油皮博主快来测评吧。哎，我本人就是个大油皮，我有多油呢？开着空调23度猛吹依然会出油的大油田。那我觉得啊，油上面我可以留下姓名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微博热搜热评下面他们都在说什么。这不就是群演烘焙的原理吗？不过把刷子刷去，鱼粉拌成更麻烦的用水，这个行为很适合我这个大油皮的沙雕，有空一定得试一试。啊，我正好是个沙雕，我觉得我可以试一试。第三就是美妆界迷惑行为大赏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哦，我自己的想法啊，我觉得是智商税。我这个人智商税确实交的也不少啊，我再交一次啊也行啊，因为只有用过了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。我们一会儿来试一下。然后上面还有人说啊，是真的，我这两天试了这个方法，我用的是德国那个滴管，就很便宜的那个散粉，是胡椒散粉，喷的挺多的，然后泡水里面20秒，整的一整天都没有脱妆，而且我是个大油皮，出汗量多的爆炸那一种，那一整天下来我完全都没有脱妆的痕迹，而且擦掉汗以后那底妆会更服帖。这一块我们交代完了啊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来上啊，到底是不是美妆界的迷惑行为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，试了就知道了啊。那我今天呢也是斥巨资整一套都收完了，黄甲黄衣服还有黄色的阿里门啊，我这样扑进去大家应该能看到我的脸吧，应该是能看到的啊。斥巨资花了12块钱买的盆，刚才你们都不给我投个币点个收藏吗？刚才我们在那个热评上面看到他说他用的是德国的滴管粉底，那不就是卡翠斯吗？啊，卡翠斯我有，这个是我认识的小伙伴给我的，我带出门的是分装，但是我是有这个粉底的，给大家看一下产品图啊，我自己在家摆拍的。现在呢我们就来用它，用这种小样分装怎么取粉底呢？哼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之前的 VNK 遮瑕，哇，遮瑕棒取分装太完美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完美。给我粉底液的小伙伴他比较白了啊，所以这个粉底在我脸上可能会有一些白，大家见谅。我们主要是 get 热评同款，要不然我日常不会用这么白的粉底液的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不喷。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粉底液拍开啊，因为这个粉底液是黄一白用的，但是我是个黄产白，所以它就会很白，大家见谅啊。黄一白，黄三白，嗯，它这个粉底的遮盖力呢，5%到6%左右之间，像我这种大痘它是盖不住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雾面的妆效，因为我这个海绵袋里面有水分，感觉上出来有一点光泽。那一会儿我们上散粉呢，它就不会那么亮堂堂的了啊。没有上粉底是这个样子，上了粉底是这个样子，一会儿我们会加上散粉。全脸已经上完了，现在是只上这个底妆的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来上散粉的。散粉的热评用的是 RCMA 的话是干皮用的散粉，那我手里面是没有 RCMA 的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个油皮，它不属于我。那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的散粉，然后我刷子用的是我大哥伯妞和艾洛奇的联名的里面的散粉刷。哼，大哥的刷子真软。现在我们来用啊，海量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我全脸啊已经撒上 Laura Mercier 的这个散粉了，现在我们就端一盆水来看这个效果怎么样。现在我是上这个散粉这个样子，我们看一会儿它会有没有变化啊。请记住这张脸，我们现在泡水啊，因为是30秒定妆大法，但是我自己呢不可能查着30秒按，所以我多给了自己10秒的时间，我们就按40秒，然后就可以开始计时了。现在我们走。泡过水的，泡过我的啊，脸盆。我看了一下，表面是有一点点那个粉的，但不多，就一点点。现在呢，我用美容巾把脸上的水擦掉啊。我用的是德宝的棉柔巾，它这个是凡高系列的棉柔巾，长这个样子，一方里面有20片，我觉得出门带的话还蛮好的。我们就来按一下，啊，基本上按一下就干了。大家有鼻炎的啊，不要这样干，真的很难受，从这里面呛到鼻子里面，然后从口腔出来。太难受了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妆面怎么样。
其实我脸的两侧这一块是没有泡到的，因为我没敢密太深，密得太深这个水会从鼻子里面灌到口腔里面，会灌得更多，所以我可能就密到这么深。然后我自己来看一下，我个人感觉啊是有那么一点变化的，因为平常 Laura Mercier 这个散粉虽然很多人评价它很控油，在我这儿我觉得它就不怎么控油，只是定妆效果还可以啊。那这个的话我感觉用这个水压了以后呢也会比较冰凉，是用了水彩粉以后的感觉，脸呢会感觉比较润一些，但是呢它又不会黏腻，比较干爽的感觉。持妆度我不知道怎么样，现在我们来测一下啊。我去把全妆化了，我今天会出门，今天北京呢是一个太阳天，还蛮晒的，它要比我以前的妆面防水一些，但也是不防水。大家看一下，我刚刚有戴新美瞳，然后这个美瞳可能我这只眼睛就不太适应吧，然后它就狂流眼泪，这不是护理，这是我本人的眼泪，然后它就一直一直往下掉。大家看一下，它还是有泪痕的，但是相对我以往的妆面来说它掉的算比较少的了。给大家切一下啊，我去年拍欧莱雅气垫的时候，然后我流眼泪就慌了慌张的啊，一通白水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一个小时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是几点啊，3点钟，然后我现在去整理一下头发的。就我住的这个地方每天都有乌鸦叫，我来蹲一波看能不能对到乌鸦叫啊。乌鸦飞走了，我给你们叫两声吧，啊啊啊啊啊啊！我以为是我这个人出门疼，然后刚才这儿只有乌鸦就叫，我发现这每天巷子里面乌鸦都在叫，你走到哪儿这乌鸦都叫的啊。我们走，今天我准备去国贸逛逛，因为我没去过，看看啊大城市。全都是往这个方向走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往这边走，只有我一个人。现在还是没有人往这个方向走，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错了，跟着路标走应该不会错。我刚刚喝了点水，口红掉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检查一下底妆。我这里碰了一下，没怎么出油，就是脱妆了。你看痘痘出来了，那么明显的红痘印都出来了。我觉得户外，蛮明显的看到我皮肤的肌理的，额头上倒还好哎，就只是我鼻子上啊脸上有的那种红色的地方退出来了，其他的没太大问题。让我缓缓啊，我现在就在国贸附近，我真的被这个导航热疯了，我好累哦。这个高德地图带着我文泽，这个地方应该叫做银泰中心吧，我在阿玛尼的门口就围着这个地方转了五圈，他一直给我说右转20米，右转20米，我转了好多个右转20米，我想说我是眼瞎吗？对面就写着4个大字中国国贸 China World， 这个是中国国贸吗？这个也是吧，哎，过条马路就是了。哎呀，我跟着这个叫什么高德地图，我在这儿转圈圈路痴。我在哪儿？我就在国贸上面，我在国贸。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，然后我已经逛完，我准备回去了。大家能看到我现在满面油光吧？已经过了6个小时了，还挺油的。我的战利品是，我买了一个耐克的小包包，只要150，我还买了香奈儿。为什么我买香奈儿呢？是因为柜姐太热情了，太多人了，然后我就买了。我买了他家的那个山茶花洁面，还有我之前一直特别看好的腮红，我觉得那腮红还挺好看的。之前不是出过一支视频嘛，脸盘盘点说的是康米可博梗吧，还是博什么03号，我就觉得不是很好看。我今天特意摸了香奈儿的268，更丑啊，反正就是不喜欢。那本子摸起来涩涩的，我个人没有很爱。我感觉我又逛到卖奢侈品的地方了，哎呀妈呀！周琦，我赶紧撤啊，抓紧撤！我回来了，朋友们，我现在满面油光，然后把我的头发弄上去，让大家真的，你看清楚我。现在我们来吸油，然后我用到的吸油纸是腰制的这个，它是那种蜜粉吸油纸。现在我们来吸这半边脸的油，然后这半边脸留给大家来观察肤况啊。我今天回来的时候，我仔细看了一下妆面，就这一块全都是油，鼻子全脱了，额头脱了一半以上，没了。第一张吸油纸。第二张吸油纸没了，两张多一点的吸油纸吧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两张是完全已经是透透的，都是油，然后这一张的话都半张脸，两张半的油量，然后现在我的脸就是完全哑光了，吸完油。这个吸油纸它有补妆的效果啊，因为我出门就只带了这个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吸。我还是要把今天的这个状况和大家说一下，鼻翼这一块呢它会有卡粉，多一块少一块的，大家看一下鼻子这儿就像积灰尘一样积在这儿，然后我的痘痘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大概在3个小时以后就全部爆掉了，这些刺刺拉的地方就没了，这些都是全部暴露出来。然后脸上都是油，妆我感觉啊是脱没了的，但是到底有没有脱没，我们现在来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来用卸妆水看卸脸上还有妆吗，其实还有妆的，大家能看到吗？腮红就还是有的，我看额头上还有妆吗？因为我额头脱妆会比较多一些，额头上还是有妆的，
挺多挺多。那我现在呢去把我这半张脸补上啊，然后我们来总结一下。总结的部分呢，那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30秒憋气大法，泡水里面有没有用啊？在我这儿实锤它是有用的，我觉得是智商税。网上说的失重度非常非常的好，在我这儿我觉得会好，但是没有好特别特别多。那我说一下我个人的感受啊，脱妆的时长可能我平常是2个小时脱妆，这个方法用了以后可能就2.5或者3个小时，相对来说时间确实有延长，不会脱妆在我这儿是不存在的，因为3个小时以后我的痘啊这些就挨挨的冒出来了。那有效控油，我觉得控油好像也没怎么控哎，因为我半张脸是2.5张，日常出油量是3张，在我这儿它出油量它是没有少的，只是它的脱妆时间会延长，出油量的时间呢会往后推，可能我平常是3个小时，那它呢可能就会稍微往后移往后移。用这个憋气大法出来的妆面确实比较薄，但是它也会有一个问题的存在，就是你前提你一定要把它铺匀了，不能像烘焙散粉那样，因为我发现就我在鼻翼这儿多少了一点，然后你铺进去它就贴在那儿了，那个地方就会像灰一样卡在你的鼻子上面。所以大家如果要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一定要把它整整齐齐的铺匀了再泡啊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可不可以天天干呢？难受想哭，因为我这个人是有鼻炎的，把人铺在水里面我很难受，我唱得我很难受。这个散粉铺在脸上然后腻在水里面啊，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像水散粉，冰冰凉凉的，冰冰冰，好喝好喝。冰冰凉凉不是因为散粉冰，是因为水冰啊。但如果你没有试过水散粉的话，你可以这样试试啊，你看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你喜不喜欢？好了。